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和吉特维修。今天我们来看一把泰勒210CE的维修案例。顾客反映这把琴的手感偏高，我们下面看看这把琴。好了，这把琴折腾了大半天，状态已经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那么您的订阅、留言、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如果您的乐器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光临全国各地的九和吉特维修加盟店，维修店的列表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网站。我是王林潮，下期见。